姐妹们都在求的这个发型教程无火速安排，真的是又简单又显头发多，秃头姐妹马柱小起来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的视频呢是一期编发教程，就是我头上现在这个比较法式，然后有点小复古的一个发型。这个发型真的又简单又显发量。大家都知道我是那种头发很少，然后贴头皮的那种嘛。刘海的话，就是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去剪，然后去卷刘海啊什么的。然后我现在呢，直接开始教大家这个发型是怎么去扎的。然后我先把一边给拆下来。看这边的话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麻花辫。然后头发是不是比较贴头皮的那种？然后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刘海啊那些区域啊先大致的划分一下，就不要把刘海编到这个里面。把刘海分出来以后，就从头顶取一簇头发，然后把它分成两股，就这样交叉，然后这一股又交叉，但是它再翻过去的时候呢要加一簇头发。这个简单的步骤一直重复。其实扎不扎无所谓的，就如果新手就怕它散掉的话，就可以先扎一下，把下面的这些头发呢分成三股，编一个麻花辫，往外这样翻着去编。再用一个小皮筋把它给扎起来。扎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把上面的头发抽一下。这一步是精髓。简单一步编妈生发量王者，抽完之后呢，它就会比较有纹理感，而且呢显得头发特别多。可以把这个辫子也稍微抽一下，然后直接把它别到后面，用这种小黑卡子固定。现在头发已经扎好了，然后我们再别个小蝴蝶结啊做装饰。这发型呢，我觉得我是对着镜头编的，然后编的不是那么的精致，但是这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编出来非常的好看。我建议所有的发量少的姐妹啊，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比较手残的姐妹，都赶快码住这个发型，真的好好看。今天这个发型的分享就这样结束了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点赞哦，拜拜。